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收看大中华新闻周报，我是吴小文。先来关心这礼拜新闻焦点：中华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扩建中华市厨余堆肥厂、厂房甲处理的设施。预计那是完工以后，咱中华市一天这个厨余的处理量会对三公吨提升到十公吨。根据环保局统计资料显示，原来粪扫量一年大约58万吨。喷就占了大约1.5万吨，其中阁以彰化市回收量上大，占超35%。即马多数运到田尾乡堆肥处处理，部分较由彰化市资源回收厂来处理。因为目前我们田尾的这个堆肥量已经饱和了，那所以我们目前呢希望说在彰化市这个地方能够在扩增它的这个厨余的堆肥的处理量呢。那所以我们去跟环保署争取了1300多万元来扩建整个这个彰化市的这个堆肥厂那我们目前呢它这边呢我们之前有做一个生厨余之后我们进来之后会做一个破碎脱水的一个设备，然后这个把这个生厨余破碎之后呢我们混入这个碎木那做适当的一个发酵堆肥。为了延长焚化炉的使用年限，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扩建彰化市喷堆肥厂的厂房，甲完善处理设备。那县政府积极的跟我们环保署来争取1388万元，那县政府自己也提列了200多万哦，总经费是1600多万，那来这个建设彰化市的这个厨余的这个厂房，以及呢。一些产装机械，那还有我们的设备等等哦。那会往外面再建置这个堆肥发酵厂，因为堆肥发酵厂较吵所以它那设备较好减少对附近居民的一些臭味的发生哦。彰化市喷堆肥厂扩建工程预计明年完工，到时阵，每天的喷处理量会当为3公吨提升到10公吨。发酵了后的堆肥，会当作为农耕原个植栽肥料，会当帮助粪扫减量佮资源循环。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中华彩虹报道。中华县109年度中央节系列活动率先登场的，就是这中辈的时尚中破赛，总共有51个社区关怀据点的时段，利用在地食材来参加主食比赛。同时哦，因佫安排这个中辈呢来行伸展台走秀。县长王贵碧甲长辈做伙透过在地食材料理出一项健康又个美味的菜色。阿比赛上菜了，上菜啦！除了料理比赛以外，上受瞩目的也是社区长辈的时尚走秀。真侪长辈已经真久唔捌穿甲遮尼水，透过时尚走秀，予因重温青春美丽时光。慢，慢，啊！穿甲遮水啊！哈哈哈！真欢喜无？真欢喜，真欢喜！啊！要穿甲遮水无？主办单位红都老人基金会表示，不老厨神比赛是希望将中辈老手艺传承给后一代，搭配时尚走秀，让中辈展现活力以及自信和美丽。那今天我们邀请了彰化去年51个社区来到这边做厨师的厨艺的交流，那每一个社区的职工长辈都拿出他们的拿手料理，然后来跟大家分享。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邀请两个社区将近快40个长辈穿搭一个OOTD， 就是挂领的日常穿搭，然后今天呢他们会来做红毯的走秀。管护社会处表示，目前彰化县已经有268个社区关怀据点，有9成的社区嘛拢有共餐服务，即摆的不老厨神比赛嘛要予老大人的老手艺，会当伫各个社区之间来分享。大众新闻张世良回答采访报道。
台传国小的校友罗明东，也是台中黎明扶轮社的创社社长。前日前，伊就真慷慨来捐赠100万，予母校陆续开办着弱势儿童课后的英语班。今年，伊阁号召扶轮社友呢来捐出20万，协助台传国小设置创意科技的协同教室，用这 VR 虚拟实境来上课。台中黎明扶轮社的社友替学生囡仔戴上 VR 虚拟实境设备，所以学生就开始进入大自然的动物世界。那什么动物？然后还有那个兔子，然后有很多东西，然后还有大象、长颈鹿。有很特别吗？有。有没有觉得？有很立体。就在你面前的。对。以前有这种经验吗？没有。第一次，感觉怎么样？很好玩。感想怎么样？很好玩，很好玩，很刺激。国际扶轮社的地区总干讲，关键 VR 设备帮助大川国小设置创意科技协同教室，是黎明扶轮社关心教育、投资教育、重视社区服务理念的扩展。台中黎明扶轮社捐赠这些设备给大川国小来使用。这就是我们那个服务社区的一项活动之一。大川国小校长指出，虚拟实境教学那应用在自然科学方面，会当是在观察天文加地理环境以及大自然的动物生态，也当运用在艺术加文化的教育领域。我想这些先进的设备对学校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学校一直致力在推展 STEAM 的科技教育、制造教育。我想这个是对我学校有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设备。那我想这是大川国小借由黎明扶轮社的捐赠，然后跨出更国际、更先进、更科技化的一个里程碑，这样子。校方另外强调，台中黎明扶轮社创社社长赖明东先生是大川国小的校友，十年前就一直关注组合经等等来帮助学校协助设立创意科技协同教室，会当让囡仔学习更加活泼，提升学习成效。大川新闻张向大川采访报道。就讲天后宫将中原普渡的物资捐助予无烟乡的三圣社区，用实际行动来关怀在地居民。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存。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趋缓，国人参加各种艺文活动时，也请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例如博物馆看展、听音乐会、演唱会时，请遵守下列事项：一、配合场馆防疫措施，如量测体温、消毒双手；二、保持适当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三、落实十连制，请民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请佩戴口罩并在家休息，不出席公共场所活动，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防疫乐活新态度，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园的安全。接下来来大中华新闻节目，我成小文。罗岗天佑宫将中原普渡的物资捐助予保岩乡三圣社区，予这个社区关怀据点用来煮食的这个营养午餐，用实际物资关怀社区时代日常生活。罗岗天佑宫香火鼎盛，发挥妈祖慈悲爱心，今年新增的普渡物资也来捐助保岩三圣社区，和社区的营养午餐会当更加丰富营养。感谢吼，感谢乡长伫百忙的当中吼，啊，以及咱的张村长吼，啊，甲咱带路，安尼卖野鲜吼，一步安尼带，哦，伊就带来到这嘛，已经起码有3-5公里以上。啊，认真讲，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偏远处啊，吼，可能物资会较缺乏啦。
会当真紧用上紧的速度，哦，委员会来完成咱的信徒交代咱的任务，把这物资安尼送来到上需要的社区。这一大堆米、油、盐等物资，也让三星村的共餐有了很大的助力。马祖伯做了很多善事，保盐乡长柯文平也来感谢所有委员和信众对地方的付出。非常感谢陆港天后宫马祖伯送给我们本乡很多的物资，因为我们的关怀据点长庄公餐现在总共一至五的有七五个，然后先试办的有七个，物资会比较缺乏，因为我们是偏乡嘛，刚在起步，因为我们这个老人共餐就是休息了哈，我们就是包含低收了哈，然后就是说外籍劳工，一些外籍新娘，我们都是把它加在一起，然后那弱势团体我们都没收钱安尼，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义工安尼，所以。今天好，感谢妈祖吼，送这些物资来给我们吼，对阮乡也是大很多的收获，这样可以，其实伊能吃足久的。咱所有乡亲足用心的吼，伊就固定时间去咱社区，甲咱再吼再回来，互跩长者享用安尼先。所以这嘛是非常的感谢，讲乡长真注重啊，嘛真用心。今日过咱天后宫吼，妈祖婆伊嘛真吼，会当对社区的照顾，互咱有物资回来。供咱跩长者使用安尼。马祖金将民众祭拜机会虔诚之心转为大爱，交予慈善社团甲邻里社区，带予需要的弱势族群，甲爱传落去，予宗教信仰显了更加有意义。台中华新闻林桂英、保严彩虹报道。中秋节前，关机关偌千米拢会启动扶幼计划。今年一号只好朋友哦，捐五十箱的油啊，给中华家扶中心，提早甲这受扶助的家庭分享中秋过节的温暖。关于关偌千米是中华家扶中心囡仔常常咧讲的赖仲月阿姨。大概五月节、中秋节，拢会送来应景的食物，甲受助家庭分享过节的喜悦。十几年来，爱心拢无断过。但是今年有了新的突破，以文化起扶幼计划，甲善心好友做伙将五十箱的油啊送到中华家扶中心。他们一挂热心人士吼，到店啊一起来送柚子到家扶吼，大家感觉讲，每一年拢是送中秋月饼，今年那是送柚子吼，我觉得柚子也是很应景啦吼，囡仔嘛介意食的话，咱年羹买晒过去送柚子，如果囡仔讲介意是中秋饼吼，明年我们也会换中秋饼，我们交替，今日真感谢大家吼，到共襄盛举吼，今日有送五十箱的油啊来家扶。希望讲，阮的爱心吼，会当共襄盛举，是更多的人吼来响应吼。我们赖清美议员今年还是履行他的承诺，要来关心我们家扶儿，还有我们这些漫辉天使。今年总共捐了五十箱的柚子哈。那孩子今天看到那个我们赖清美议员送来的时候，非常高兴，都到外面去帮忙哈，把柚子搬进来。那借着这个中秋节佳节即将到来，希望说给家扶一个温暖。那赖远这边有跟家扶这边今天也做了一个团圆，也喂食这些漫辉天使。那很感谢我们赖远的爱心，也祝所有的家扶的所有的扶助的家庭跟家扶人，中秋节快乐！替囡仔滴油啊无，甲小朋友分享旁边好食油啊。赖议员指出，过两礼拜就是中秋节，希望当发挥炮仗音乐效果，邀请社会大众做伙响应活动，合家户的守护家庭度过温暖的中秋节。台中华新闻叶凤梧何必彩虹报道。中华关键局甲天风慈善会连续十年共同办理中秋关怀捐赠活动，透过这个基层的捐赠，实地来访查回报，将物资加菜金送予有真正需要的弱势边缘户。警务人员赶紧将一包一包的民生物资搬上车，这批由天风慈善会捐赠的物资将会运送到县内各分局。而且由关区的基层环境来分予需要帮助的民众。在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啊，还是有很多困苦的人家。那天风慈善会啊，已经连续办了11年。那这11年，他就是透过每个派出所啊，
在前期访查的时候啊，去了解说最需要帮忙的这一些民众。那今年调查出来有400多户，那是有8个分局啊，全部调查出来。那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啊，会一一的发放到每个这一些民众家里。连续十年配合警察局关键救济物资的天风资讯会指出，将要发放的物资都是基层环境，是得轰炸了后将需求填补起来。因为伊会当就每一户去行甲需要出来，包括讲伊特别有需要，有需要爱抽痰管，也是讲需要尿珠啊，种种啥，伊只要有登记，咱会甲做来甲做准备，互伊摕到伊上需要的物件。哦，啊，当然伫个遮嘛，感谢我咱天风的伙伴吼，啊，大家咱出钱出力咧斗三工。县警察局强调。警察工作除了维持治安的平稳、交通顺利以外，为民服务、关怀弱势，也是警察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也来帮助生活有困境的民众及时提供纾困。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这礼拜报道台湾话要教乡亲什么技术，咱做伙来学习。欢迎大家到阵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告婚。告婚的意思是事务达到一定的程度，也是标准。大部分是用来讲规矩啊，已经会嫁了呀。咱来看例句：这杯金酒正告婚，又个香又个好食。再来是俗语。辣子若老，家己飞；石榴若熟，家己破。辣子甲石榴若熟，家己会避开。即句俗语是咧讲，事先有准备好势，时机若到，就成功。彰化市一间水产店呢，推出中秋节的黄金礼盒，内面有海鲜甲肉品，予你中秋送礼自用，拢非常的方便。大家好，我是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林永清。目前国际疫情依旧严峻，入境时如果身体不适，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入境后请落实居家检疫措施：一、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不可外出；二、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如有疑似症状，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不可自行就医；三、家中若有65岁以上的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疾病患者。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卫浴设备者，入境后必须入住防疫旅宿。最后提醒，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避免触碰眼、鼻、口，及做好咳嗽礼节。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千万不要以身试法。现在收看的是大中华新闻，我是小文。河滨警察志工协进会每一年中秋节前都会举办联谊餐会，感谢所有志工的奉献。今年还特别组织艺工队伫咧餐会表演。另外，联谊的餐会嘛邀请家父的大专生做伙来食饭，而且佫颁发奖助学金，鼓励这个囡仔爱认真读书。河滨警察志工协进会每年中秋进前都会举办联谊餐会，犒赏警察志工的辛苦付出。理事长陈春雄特别打扮成在深夜的模样，出席餐会气氛。我们在今天也是算提早来庆祝中秋节，是因为我们要配合我们的家福儿童。他们的大专院校的一些学生要即将要开学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来庆祝，也一并来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联谊餐会。那为了这个联谊餐会，我们所有和美警察
志工伙伴们大家都动起来，由我们的廖慧珠秘书长所带领他们来密集的来练我们晚上的一些精彩的活动节目，所以我们的今天活动节目相当的精彩，很值得让人家来期待。每七个分驻所的警察志工分别派出上强的队伍上台表演，那一参会活动热烈滚滚。今年警察志工协进会佫特别组织一支义工队，将会到各大活动巡回表演。那今天呢，也来邀请我们彰化家扶中心优秀上进的大学生来跟我们一起用餐。那这餐会当中，我们理事长陈春祥也会来颁赠58000元的奖助学金，来给这些大学生，给他们鼓励，希望他们能够勤学上进，早日脱贫啊，对社会上更有更多的贡献。还有也感谢我们的协办单位玄妙慈善会，我们的张吴碧然会长也共襄盛举，也来颁发我们家扶儿童的奖助学金。非常感谢大家的善心，一起来帮我们的家扶儿。除了警察志工的人员以外，理事长陈春祥也特别邀请彰化家扶中心的大专生做伙食饭同乐，而且颁发奖学金鼓励学生勤奋上学。李雄武干事戴春美、干事叶冠成，佮何必黑苗主审会大力赞助之下，总共29位家扶大专生受惠。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罗岗镇一名做肉的蔡坤培，因为爱啉咖啡，家己投资50几万的机械设备研究烘咖啡豆啊。三年外来，唔啊品质精进，更加得到台湾选拔赛的冠军。罗岗镇长柯志宏特别来讲恭喜以外，佮来品尝伊的冠军咖啡。真正是得冠军摕奖牌，挂着目镜，穿着粉色休闲衫裤的，伊是蔡坤培，打败24位竞争对手，摕到 WCE 世界杯杭岛大赛台湾选拔赛冠军，真正是真骄傲。第一个当然就是意外嘛，毕竟我们同场较劲的那一些选手都是比了好几年了，我们就是第一年，哦、就参赛，然后就得到冠军了。啊、所以说，而且我们公司跟我一起练习的也得到第3名，就代表说我们的烘焙的手法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主要还是要、感谢一些指导的一些、老师啦、还有家人让、那么、可以专心的去练习。为了烘出好啉的咖啡，蔡坤培是下了真侪功夫。在伫比赛现场，含出充满水果风味的好滋味。最好的烘焙，我是认为说可以把它烘到不像咖啡，就像一个水果汁啊，或是某一个特定像橘子汁啊，或是柳橙汁。当然要烘到这样哈，豆子的属性也是很重要啊，加上你那个烘豆对机器的火候跟烘门的一个烘门就是关，就是说让它排烟的那一些设备有没有？的控制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啉一嘴这种顶级冠军咖啡，袂苦袂涩，香气伫嘴内拢袂散，阁真舒压。WCE 的一个烘豆的一个冠军，也咱讲咱鹿港真的是人才辈出啊！那今天也特地到府上来跟他道喜。那蔡坤培先生早期是从事这个建筑业制作小木屋，还有修缮一些凉亭的一些工作。那因为是个人的一个兴趣。那后来投入这个烘豆的一个工作，那他也投入很多资金买了这个烘豆的这个机器所以在这方面的钻研他获得他很一个在学习上获得有很多的一个经验。那这次参加这次比赛也获得冠军，那未来也代表台湾走向世界的一个比赛，那也记住他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个比赛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第二届参赛就拿下台湾冠军，取得进军世界杯的门票，规个门口玻璃打满祝贺红包甲喷花，大家拢是希望蔡坤培会当继续为台湾进攻。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彩虹报道。
中秋节连假，真侪人已经准备要用红包来庆祝了。不过红包要准备这么侪物件，无想要这么费气的人，就会当参考彰化市中鹏水产因所推出的中秋黄金礼盒，内面呢有海陆的食材，应有尽有，送礼家己用，水果大办。活跳跳的日本帝王蟹、龙虾、虾仔，拢伫彰化这间占地百坪的中鹏水产。因为鲜明的海鲜、冷冻水产、肉品，超过千种的产品，让这间水产餐厅变作彰化市采买顶级食材的首选。因为中秋节要到，所以买一些商品回去跟家人试一试，这样。对，这是牛排，之后很想等一下还会看一些海鲜类的食品，就冷冻的，主要是以冷冻为主，这样。来到中鹏水产，内部环境亲像一个大超市，不管要买海鲜、顶级肉品、香肉、板豆，请人客来吃一摆就穿便便。因为很多人来商场买冷冻海鲜，或者说买肉品，因为东西太多样化了，上百种、上千种的商品，他不知道怎么选购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年主打了我们三样的一个海鲜套组，然后里面有。各类的海鲜啊，还有我们常卖的热销的一个肉片，然后一个肉串哦，一个肉类的组合，然后用一个最实惠的价格提供给顾客。中秋节连假特别高了，民众选食材看甲目睭花花，唔免惊。中鹏水产阁大心帮您准备中秋礼盒，不管是送礼也是自用，拢真好用。而且礼盒是用批发计销，直接回馈给民众 ，CP 值超级高。我们今天来介绍中鹏的黄金烤肉套组，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没有处理机，二十天后，一盘肉串三十元包，猪肉排四包，还有满满的猪肉，扇贝四包，还有芝士炒虾仁。这样子只要1280元哦。水产门市阁附设一个餐厅，提供人客现捞现煮，麦当代客服务帮你料理食材，非常的方便。因为我是常常过来啊，我大概每个礼拜过来。那这边的餐厅环境也非常好，最近又改装了，可以比较推荐的是那个波士顿龙虾。那这一道餐点其实，在我们彰化的餐厅吼，非常少餐厅会这样子做。那他们这个餐厅做这个波士顿龙虾吼，非常的平价，而且真的是。物超所值啊！中鹏水产内有上顶级的 A5 和牛、伊比利猪，比手骨较粗的虾啊，青只顶级的日本干贝，鲜明的龙虾、帝王蟹，伫外口看袂到的海鲜，真全部拢有。中秋要送礼，来遮找就对啊！大众新闻张国林、吴秀文、中华彩虹报道。来关心周末气象，20号有方面通过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的气温下降，其他地区呢是低温，透早透暗会较凉冷，乡亲出门爱记哩加早一件外套。另外，伫温度方面，中华地区的气温是25至34度，咱继续来关心其他地区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中华新闻周报，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吴秀文，咱再会。